好的，游戏《物沉迷消费虚拟》今天为大家带来又是一款PS 的游戏，不错，有很多这个玩过这款游戏的网友的话已经知道了，这就是前一段时间这个啊，闷骚的那个风暴战区啊。当然了，这款游戏它官方的话也非常的重视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个麦没有调下来啊，可能前面说的话有点声音轻了啊。好了，我这个麦刚刚仔细调了一下，哎，我一想的话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这个以前说话旁边有个小黑的这个麦克风在我旁边，怎么现在到我耳朵上侧去了啊？有点怪啊，有点怪啊，啊，不好意思，麦的话方向有点错误了啊，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这款游戏啊，一款游戏啊，刚才也说过，官方的话可能比较重视，它这个发放这个计划嘛还是非常少的，我记得我去哪个那个微博去申请这个账号啊，申请这个计划嘛，搞了半天。我问了人家一下啊，他这个啊平台就发三个，哇，这个云死你也太抠门了吧，我这个大啊。好的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正式进入现在的这个游戏啊。这里和大家要提一个醒啊，这款游戏的话，如果你进入游戏激活之后的话，通过官方的话，必须要将你的密码改一下才能进入游戏的啊。有很多网友的话，可能激活了这个号进去，说这个密码错误啊，这个官方这个需要啊，搞一下啊。游戏上来的话哈，然后像是哟，给我一个这个战争一个。吊牌嘛啊，还是2011啊，6月19号啊，很明显他是，和网友提醒的话啊，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玩的啊？那我们就随便啊，注册一个号啊。哎呦，这个还不错嘛啊啊，角色确定中啊啊，该角色无法使用啊啊，好，那很肯定是被人注册掉了啊，那我们就啊。打我的网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啊，如果再注册掉的话，哎，好的，可以的，正式创建游戏啊。好的，游戏我们创建成功了，可能它会有一些啊片头嘛啊，给我感觉也是有一些很花哨的东西嘛啊，在这里的话可能会有两个部队，应该是分为两个阵营吧，给我感觉啊啊，这个是啊，这个应该是防守方的部队啊，这个是进攻方的部队啊，应该是这样吧啊，不过枪的话像这里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啊，选择哪一把枪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啊，这一盘的话是经典的这个警冲啊，那我们就建了一个角色啊，还是这个形象稍微好一点啊，那我们就直接进入啊，生成角色啊，恭喜你啊，他也会给我们一个礼包啊，这就是相当于一个礼包啊，送给我们一把枪啊。好的，哎，这个背景音乐有点响了，我调一下啊。好的，我背景音乐适当的稍微调轻了一点，不然的话刚才的话是太吵了啊。这的话也会有一个 VIP 的一个频道啊， VIP 我不知道它后续会怎样一个界定的啊，当然了现在是只有一个 VIP 啊，当然了后续也会有一个战队频道以及一个一般模式频道啊。游戏的环境的话还是可以的，这里可以全屏模式或者是16:9的一个模式啊，如果是你宽屏的话都可以这样进行一个切换啊，游戏也可以窗口化啊，当然这里的话也可以通过一些设定进行一个鼠标灵敏度的一个调整，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啊，相对来说的话还是可以啊，不过它里面跑的话给我感觉是使命召唤里面一个奔跑的一个速度，是 shift 啊，快跑蹲下还是基本一些操作啊， WSAD 的话就是上下左右的一些操作界面啊，这里是游戏的一个背景音乐，鼠标灵敏度根据你一个感官情况而定啊，不要这个反应很慢的是调得很高啊。好的，那我们首先进入一个新手频道来看一下，直接进入我们今天游戏来啊体验一下好吗？好，我们现在正式进入了一个地图，这地图相对来说是属于一个团战类的啊，就是双方的话各互换两个阵营啊，一个是进攻方一个是防守方啊，其实说穿了就是大家对 K 啊啊，相信这个模式的话在很多 FPS 游戏已经是啊，哎，怎么卡住了，我这个晕死哦，哇哇，我估计是这个房主他的网络问题啊，因为他这个游戏经常会这样，如果房主如果由于网络有问题的话会系统下发，哇，这个晕死啊，2:6啊。好了哈，我们的房主的话我不知道是网络问题还是掉线问题，他直接就掉掉啊啊，现在是我们是2:6啊，我不知道后续队员是不是放的，哎，小心一点啊，哎呦，好的，哎呦，偷鸡，哎呦偷鸡啊，好的啊，我们又偷鸡了一个啊，一上来就偷鸡了一个啊，相对来说因为这个游戏的话以不是以杀人数为主，是以积分为主的啊，要和大家说一下啊，因为这款游戏好像是只测试6天啊，好像22号就要结束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好，
哎呀，来来来啊，这个就没事。哎呦，还是一个高等级的嘛啊，因为这个图的话我还不是很熟啊，因为游戏好像是晚上几点到几点结束啊，啊，就这几个小时进行一个测试，所以说我也没有很长的这个时间去研究这个游戏啊，关于这些枪支、这些弹道一个后坐力的把握上都没有很。长时间给我去摸索，所以说我们抢先进来能玩多长时间我们就先玩一玩啊。游戏好像一分配的话会给你两个雷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我手上拿的还是稍微稳一点的一把枪啊，属于是经典的警冲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应该没有，不是二打六了吧，应该会有新的队员进来了吧啊。当然了，这款游戏的话到后期的话也是以这个军衔为主的啊，升级是以军衔为主的啊。哎哎呦，大家又来说了啊，你小子又在后面围了啊，围了啊，那不围不行啊，不围啊，因为这个图我还没打过，第一次打，什么一个概念都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好疼啊，还是蛮疼的嘛。哎呦，最终是被干掉了啊。这游戏它一个设定是非常有趣啊。要么就是直接将敌方击杀，要么如果你帮助队友进行一个助攻的话，它也会有一个助攻值的啊。当然了，死亡也会有死亡值的啊。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啊。看来对于这个图的话还是有点头晕啊啊，因为这个图在韩服的时候有看过啊，好像远处的这个平台上可以用狙人的啊啊，当然了，如果你狙的这水平很高的话，那我们就倒霉了啊，如果你是这个菜狙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啊。好的，我们来看一看四周，我们走一走啊，看一下是不是哪里可以偷一下鸡啊。我就不直接往前冲了，因为对图实在不了解啊，对面复活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。哎呀，刚刚那个，游戏的话按右键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精准射击的啊。如果玩过360平台，打的我还蛮疼的嘛。但是又击毙了一个啊。我不知道到后续是不是还能击毙人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方的话好像有人退有人又有人进了啊，这个不是一个好现象啊。来，没人好，对面有点怂嘛，不肯过来啊。那不肯过来我们小心一点。哎呦，这个打人还是蛮疼的啊，对方啊，对方的枪法明显是很厉害嘛啊。当然这个游戏的话据我了解的话有很多 FPS 的这个工会好像都驻扎进去了啊。好的，哥对不起你了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填了个刀头。哎呦，我就听到这个子弹这个飞来飞去啊，从我头上飞来飞去的声音啊。哎呀，好的，哎，又击杀掉一个啊，可能今天这个运气有点好啊，希望能保持进去啊。当然了， FPS 游戏打到后期的话也是有一种啊士气的一个渲染啊。哎呦，是吧，哎，没情况了啊。目前的话是我方的这个积分啊，我方积分如果双方的话如果哪一方的积分先到3000的话就获胜了啊。哎呦，来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啊，这就是精准射击啊。对于这款游戏的话有很多网友的话会联想到那个 AVA 啊，不过两款游戏界定和枪的一个精准概念的话，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觉得有点不一样，有点小小的不一样。好，小心，哎，没人出来啊。对方的话也非常的猥琐啊，对方怂我们也怂啊，我们也不冲啊，大家都不冲啊，你不冲我不冲。哎呀，直接被人爆头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，非常悲哀的一个头被人爆了啊。设定的话好像是会有两颗雷啊，不过游戏中的话也会有闪光弹和那个烟雾弹的是一个设定的啊。这个是 FPS 最关键。哎呦呦，对方开始强力了嘛，打得我还蛮疼的嘛，知道我一开始偷击这么多人啊，要报复我了啊。来，哎呦，这个很明显对方这个枪法比我准啊。来，不探头了啊，他们不探头我们也不探头啊，我们的队员的话是非常的这个激情啊，直接往他们老家冲啊。因为图不是很了解，哎呦，吓了我一跳，半条命被他吓掉啊，直接就冲出来了啊。看来还是有这个狼牙山这个武装师的这个情况嘛啊。
现在是击杀了五人，助攻了一次啊，死了三次啊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啊，再死两次也无所谓了啊，只要是正数就可以了，不要扯队员的和后腿啊。来，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下了啊，像打这种图的话，就是纯粹是靠个人英雄的啊，你的枪杆子硬的话，你就无敌的啊。不过打爆破模式的话，不建议大家啊，像这样的队员横冲直撞的啊，还是讲究一个团队啊，一个配合。当然了，FPS 游戏经常也有人开黑啊，现在我就在这里蹲着啊，看哪个人的头露出来，是不是可以给我打一下啊？或者我的头被人打下，哎呦我这个晕死，两个人啊，直接把我血打掉了30多点血啊！哎呦，被偷鸡了，我这个刀啊！我们的队员这个哇，这个冲得太厉害了，这个自己阵营的话被人偷过来了，我这个刀死啊！哎，什么情况啊？还在啊，那我们我哎呦啊，这个晕死，我只有4点血了啊，那随之无所谓了啊，出去被人打死也无所谓了啊，这4点血啊，这个走路走快一点摔一跤就挂了啊，挂了，是不是能偷一下鸡，血不多了啊，4点血啊，如果我血多的话应该还可以偷一把啊，好的，现在目前还好。哎呦，我这，我刚说这个闪光弹，他就给我吃个闪光弹了啊！啊，我这个晕死了，这是哪里啊？好了，我这个从一楼跑到二楼来了啊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哈、啊。好，来，躲阴处、啊，真躲阴处啊！扔雷的话，原地，对方这个枪法还蛮准的嘛啊！来，再出来，不出来了。好了，现在他们都不冲了啊。知道对方的话压的还是打的还是非常保守的，也不冲啊，等我们冲过去收人头啊，别你再出来一点啊，打不到你、啊、哎呀啊，复仇了啊，游戏的话也会有复仇啊，如果你将别人击杀的话它非常有趣，如果你长时间没有杀人的话它会打4个字欢迎回来啊，就证明你还在这个位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，对方的话有用狙啊，那当然了，我们的平台上也可以用狙打啊、哦。现在我了解了，对方的话，他们这个集装箱仓库的话，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出生点啊。当然了，我相信这游戏玩到后面也可以进行一个偷鸡啊。没打到，哎呦，扫不过他，哎呀，他扫不过他啊，一下子出来吓我一跳啊，因为他是主动啊，我是被动的啊。我是等他出来，他是主动进行一个寻怪啊，不，寻人啊！我这个晕死，我变怪了，我这个打，这个雷，哎，雷要小心一点，他有一个，哎呦，这个四打一，哎呦，点，哎呦，悲哀，没点到，好的，助攻一次啊。哎呦我这个晕死啊，我助攻直接被雷炸死了，好了，看来这一局的话是我们这一方的话可以获胜了啊，那我们很快的这一次的这个风暴战区就这样结束了啊，其他的图的话也只能等他再一次测试了啊，因为他现在这个分测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这个啊有点太雷了啊，进游戏还比较难进的啊，什么晚上几点到10点结束啊，这个所以说大家要玩的话还是等公测吧啊，好了，那这一期就这样了，拜拜。